嗱，今日好開心喺呢一度咧，同大家分享我嘅日常生活習慣喎。喺分享之前咧，我想多謝大家咧，係讚我呢個凍齡有方啊。可能咧有多人啦，好好奇啦，我呢一個特殊嘅凍齡嘅秘訣係啲咩咧？其實想隨時保持理想嘅狀態咧，後天嘅努力咧係比先天嘅優勢重要嘅喎。譬如咧飲食啦，要做運動啦，心情要經常靚啦，同埋咧係要保養喎。呢所有嘅嘢咧係缺一不可㗎。洗完塊面咧，而家咧就好清爽啦。係時候咧搽啲咩護膚品咧 ？Victus 咧就最好咧就係有三合一嘅啦。佢係有爽膚水啦、精華素啦同埋乳液嘅三合一咧，一搽起嚟咧就好方便嘅，一次過搞掂啊嘛。嗱，我示範俾大家睇下啦。首先啊，噴兩次，記住咧千祈唔可以放喺手心上面嗰度捽嘅喎，因為咁樣咧就會破壞咗 Victus 嘅 Water in Oil in Water 嘅技術。只需要咧係直接咧點上塊面，然之後咧慢慢咁。去搽，咁样均匀去按摩，你可以睇到咧，乳液咧相当幼细，亦好水润，咁就可以全面咧帮你锁水同埋减纹啦。嗱，呢個日常嘅妝咧就化好啦。咁我想講話咧，當你用一個有質素嘅護膚品咧，就可以令到你嘅肌膚咧係最佳嘅狀態。而當你化咗妝之後咧，你就可以感受到咧個妝咧係零舍貼服之外咧，仲要好自然添喎，就好似等於咧化咗咧都冇化，但係又要靚咗嘅喎。我咧就追求呢一種感覺啦。嗱，喺我起身之後咧，同埋咧食早餐之前咧，我都會沖一杯咧就熱米水飲嘅。因為炒米水咧係屬於性平嘅，健脾益胃啦。如果你嘅脾咧係養得好嘅話咧，你皮膚啊、頭髮啊同埋各種嘅身體咧都會有改善嘅。至於早餐方面咧，我食得咧都幾簡單下嘅。咁但係至於飲品方面咧，我都會揀一啲 plant base 嘅奶嘅。咁譬如咧係好似腰果奶啦、杏仁奶啦，同埋呢一個米奶嘅。咁今日咧就有一個腰果奶啦。咁食嘢方面咧，就中意啊食下啲生果啦，譬如有奇異果啦，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啊，同埋我都會食一啲 peach 啊、桃啊。搽麵包咧就一定有一個牛油果喺度嘅。嗱，我唔係就係食生果嘅，最重要咧就要翻啲 protein 噶嘛，咁所以咧我就會煮個蛋嘅。霎得我點整咧？我就係七分鐘用凍水去煲佢，煲到咧佢裡面咧仲係會有少少流心嘅，咁我就會最中意噶啦。洗完面咧，又系到护肤嘅时候啦。我最中意咧就系 Victus， 因为佢咧系真系非常之简单嘅。嗱，我早晚都会用佢嚟护肤嘅，真系非常之方便同埋简单易用嘅。而且 Victus 咧拥有四大嘅美肌精华，透过咧独家嘅 VOW 技术咧 ，WOW 咧系逐一咧去渗透你嘅肌肤啦，一樽咧就可以做到咧。爽膚水、精華、乳液多種嘅效果嘅喎，簡單得嚟咧，真係非常之有效，幫你全面咁去保濕嘅。大家都知道啦，隨住年齡嘅增長啦，面上嘅幽紋咧就開始慢慢出現之外咧，你嘅皮膚嘅彈性同埋嘅質感咧已經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啦。所以咧，四大美肌精華當中嘅膠原蛋白咧同埋蛋白聚糖咧，更加咧就可以令到對抗呢個地心吸力之外咧，仲要係呢個凍齡好幫手嘅，能夠咧增加肌膚嘅彈性，令到肌膚咧充滿光澤，並且咧仲可以減少同埋淡化細紋添。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日的生活习惯，想要维持好的状态绝对是要保持心情愉快，同时实行规律运动、健康饮食、有效保养三大 rules。 运动和饮食即是靠自己自律，而抗老保养就靠 Victus。 趁着现在有九折优惠，全港免费运送，一起扭转机灵。